先生，你们一共消费3880元。这顿饭一定我来请。咦，这个账算我的，我是王子。哎，算我的，因为我有小笔贷款。贷款能有多少钱？我不差钱。小米贷款最高能借30万，借1万，最低日息2块钱，最长可分12期慢慢还。我操，30万，额度这么高怎么申请？凭手机号、身份证就能申请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输入手机号就能查看你的额度了。